所以 Dr. Singh 说没有希望对吸毒者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突破宣道之家，要向诸位印证这位 Dr. Singh 讲的话是不正确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书第八章三至六节说，天父的儿子都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的自由了。在更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感谢主，自从蒙恩得救以后，在77年我就回应了主的爱的呼召。感谢主的爱实在太伟大了，深深触摸了我的心。我回应了使徒保罗在更多后书五章14节怎么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，叫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活。感谢赞美主，所以突破宣道自从在1983年7月我们凭着信心靠着主的应许，我们就开始了突破福音戒毒的工作使命，一直走到今天。刚刚好在今年7月7日7点我们突破宣道之家庆祝30周年感恩纪念。感谢赞美主。